各位，我是余海军高级警司。在今日下午的五点半左右，有激进的示威者参与非法集结，堵塞各大主要的干道，严重阻塞交通。有激进的示威者分别向政府总部、立法会和警察总部不停投掷腐蚀性液体和汽油弹，更加有人蓄意焚烧水马，严重危害现场人士的人身安全，破坏社会安宁。警方严厉谴责激进示威者这些暴力的行为，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并离开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